其实呢，我们看到的现在时下很流行的哦，就是我们大黄蜂的机器人，人形机器人哦，这里面是真的人穿的哦，那高达大概有250公分到300公分哦，它跟着我们整个绕境哎。全身配备哦，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哦，来加油加油！